那今天呢、啊，这个本来是邀请那个农村武装青年阿达，阿姨记得上面老休不接嘛，好了，我最近拢在讲大人世界。啊，今仔拄好特别，咱一个好朋友，其实可能是失业啊款，还是安怎，我嘛唔知，阿姨就临时甲我讲，他想要来分享。啊，他出了几本书，哦，这迄个。有一群人啊，这个是最新的，大家可以看一看就好了，因为他这个不是写逃亡就是离婚哦，我不是离婚哦，他就逃跟离嘛哦，啊有越南版的，如果你想要认识外文的也可以的哦，对，哦哎、啊，这伊是一个肖人嘛，哎看起来你想法你们都是有这个，我毛病衰，是怎么样都是对这个有很有。关怀哈，南洋姐妹啊，或者新台湾之子啦、啊，或者这个国际的啊、比较这些义工啊，哈，国际义工，对这种建筑的对吧？还是讲关心节目啊，拜托我变台导哈，而且嘛是爱为这贵族，为异族的文化可以这个知彼知己啊，百战不会胜，那个。下个礼拜就蛮精彩哦，下个月那个第一个礼拜是我们嘉义终于啊培养了一个作家，他写了一本《嘉义小旅行》，啊，筹备已久，筹备了两年，大概票断两年啊，定定出来去世界访问，有的店啊嘛倒去啊，啊都删掉，啊有的店搁开啊，搁去访谈，搁倒去啊，啊都删掉，哦，怎么样？不不。那个小旅行这里有很多，就是同一个出版社，就是上起文化，什么台北小旅行啊，花东小旅行啊，高雄小旅行，都宜兰小旅行，哎、啊，我们终于出了一本嘉义小旅行，那个8月7号，那8月14号就阿达，我真武装青年的阿达，如果没有被抓的话，这屏东地区，我以为啊，这个大埔事件之后啊，我们现在是这个。百战的这个齐名哦，那各地遍地开花，就是各地啊，这个只要马家军的，大家就是骚扰，民主化的骚扰，那这个骚扰，好，那民主化的骚扰里面是到一个阶段之后才要进行第一波运动，那这个是有他们的计划，那为什么会这样处理？是因为。到目前，真的是已经走投无路，因为该协调的、协商的、承诺的、法律的，一切都做过了。那现在就有教授群在台北，在各地。那大埔上面他们有准备要盖临时屋，不过又被拆了。但是行动不便，最后关键就是重建大埔，让大家理解大埔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开发案。或者苗栗为什么这么多的工业区啊没有保留？啊，土地炒作最多的啊，竟然是苗栗县政府。哎、欸，那时候在这块应该是用道歉哦。那这个也是数据的否认。好，那个8月17如果没有变卦哦，8月17啊，那个本来是巴奈要来这里演唱，那我觉得他太早来也不太好。因为我觉得那个很有准备啊，就把他安排去那个台湾读书室。那时候选择8月17，是因为那个巴奈是要在台湾巡回50场的那个缓和会的演唱会。巴奈是谁？哦，有兴趣你就上网，或者我们有很多 CD 卖不掉，那个都是他，进很多、啊。他其实是台湾很经典、很重要的一个歌手。啊，这个。我们预计啦，应该是8月9号之后啊，台湾各地就会开始因应合适公投这个事情啊，做全面性的啊宣导跟宣战，就是、在8月9号以前，可能还在看立委，我们也不能主动去跟他们说你们就通过吧，因为那个鸟笼公投总是也要骂他一下，围城一下、啊、但是看起来他们是硬会过关。就是硬要把它通过用公投来解决这件事情，那全民就应该更愤怒的去投票。那另外一场，那个8月28是日本的那一个晚之先生，就是他们家是做
做琴的，啊，他舞蹈世界之后来台湾啊，为了让大家要一来感谢台湾人支持他们，二来是作为一个日本人对这个舞蹈事件的反省，还有他发现的真相，那一天他会来分享。啊，伊刚刚我邀请一个阿达，我去唱歌，啊，最后啊，搁一个牧师来，一个余尚敏医师的太太来做伴。对，8月28，啊，9月4号嘛，那个原住民演唱，啊，这个越来越多人一直来了，这个没办法。那还有什么事情要交代？哦，8月3号啊，各位朋友们，看起来的频率相当高，要不要来插秧哦？那有兴趣的你们就来报名吧，去体验一下吧，再加一次。哦，比如插秧的哈，比如手工插秧，一定是有光景的，做了解，你就要试试个，越多越好。好，那我印在这里，那我的这边。这个不错哎，看起来外面的人都是要进来的吧？那个，哦，等一下，反正这个作者不会轻易让他离开的。他自从上次就辞掉那个主编，我不知道要复职了没。那到底现在的八卦，如果天后他离职啊，这个赚更多哦，看这个不太行。所以等一下有兴趣你就慢慢跟他聊。那他当然也会先讲一下。那我想是不是就这么来进行好了啦吼？那我有时啊拢会小可迟到，虽然我看迄个嘉义地区啊最支持这个越南或者外籍的这些来台湾劳动的这些文化，有一个叫做林鸿昶老师，他四处用这个单轮车吼，不是跑得快，就是用单轮车这个作为他的手段介入。多的那个小孩啊，家庭啊，去教育这个，或者一起学习。好，等我一下，江香，您讲。